今天终于体验到了三折机。三折机，这个手机刚刚发行，我相信广大的中国大陆的朋友都还没有真正拿到这个手机。台湾的朋友都是从新闻媒体中知道这个报道，那我拿到了啊。大陆的朋友已经开始在订购了，所以相信有很多朋友他们会拿到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迫不及待的跟他们的好朋友来分享。我们在台湾呢，我们在台湾很难。我们的台湾的好朋友们，可是问题就在于好的手机我们买不到，即使高端的手机，台湾的商务人士、台湾的企业人士、台湾的各行业的杰出人士，您想拥有的话，您在台湾你也没办法，他就是不让你进来。那我们还是希望给消费者多一个机会吧，就让比亚迪也好，让华为也好进来吧。